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看的竖条纹粉色衬衫，还有一件浅蓝色的一个复古的牛仔裤。先来看一下它的领子设计啊，领子是个小翻领衬衫领，唯一的区别呢和普通衬衫这里是有两粒扣子啊，这里是可以打开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带一点小心机的一款领型设计啊。它衣门襟这里呢是单排扣的，是一个贝壳扣，非常的精美。袖子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衬衫袖啊，它的版型还是蛮宽松的。我们看一下后面，后面的话也是比较简约的啊。这款衬衫呢，它是一个棉质的啊，非常有质感，一点都没有廉价感的。它这个春秋的季节都是可以穿的，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细节和做工，离近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和做工啊。打开领子，里面的细节做工都是非常工整的哈，包括它领口这里设计，做工走线也是非常整洁的，非常好看的一款粉色。我们再看一下牛仔裤，牛仔裤呢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是做了一个金属扣的，非常有质感啊。两边都是这样的设计，这是个高腰的浅蓝色的牛仔裤，非常百搭。看一下里面的做工，做工走线各方面也是非常整洁的，非常工整哈。质量手感摸上去也非常的柔软啊，穿上身也非常舒服的一个面料。这款裤子的裤型呢是一个直筒裤啊，这个颜色非常好搭配啊，也可以搭配短袖 T 恤衫，也可以搭配衬衫。后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，有两个口袋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一套衣服呢搭配起来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单独穿这件衬衫的话，大家看一下长度，参考一下。这款衬衫呢，我真的是不推荐小个子来入了，因为我穿的话，它的袖子呢还是很长的啊，需要把它扣上呢再卷个边才行。两边袖子呢都卷了一个边啊，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款衬衫下摆这里呢还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字母刺绣啊，还是蛮精致的。不过它这个遮起来了也看不到什么啊。好，塞进去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其实我们正常穿的话呢，会喜欢把这个袖子这样撩起来一点。这样穿的话会更好看一些，这样比较随意一点啊。搭一双小白鞋，侧开好看都挺不错的啊。这件粉色呢竖条纹衬衫搭配这个浅蓝色牛仔裤，一套穿非常简约又气质。这款裤子的话呢，它是有点长的，我穿上身啊，就我1.66米的个子穿上身呢，它还是有点长的，类似于拖地裤，所以我也不建议小个子来入了啊。这件衬衫和这个牛仔裤呢一套搭配呢，都比较适合高个子女生来穿。搭配衬衫的时候有点单调的时候，咱们也可以搭配一个白色的一个小披肩。搭配一个小披肩的话呢，穿上身呢是比较减龄的哈，而且也比较有层次感一些，更有质感。搭一个包包，这样一套穿，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都是可以去入的。小娇美心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